很多个国家的传统服饰。我是忘记这个传统服饰是什么。越南。哦，越南。啊，这全部的我都不知道。这个你知道吧？日本。美比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奥沙雷，然后这个女生就是代表。我们现在的书就是里面有好多女生。那时尚笔记本，时尚笔记本，这是第三集，这是第三集。三个小笔记本，里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十三个小大人，小女生。OK， 然后这里是海边的，嗯。这里是晚下午的，算下午的那个下水。它这里是花园，花园。它这里猫的蝴蝶，扑克牌的地方，扑克牌，扑克牌。它这里很像扑克牌，它这里就是美日本每个国家都有。好，看一下，有很多个国家的传统服饰。我是问这传统服饰是什么？越南。哦，越南。啊，这全部的我都不知道了。哦，这个你知道吧？日本。对，那这个呢？韩国。哦，我。然后这边有很多。这是台北。不是，这是美国。哦，啊，不对。我加拿大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。后面。然后这边就是可以着色的，就是跟刚刚那些传统服饰。不一样的民族服饰，不同国家。然后这边有，对，就是刚刚前面那些，然后让你着色，还蛮细的哦。好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对，娃娃画的很精致。好，再下一页。那这边呢？哦，这边还有。好，这边就是开始贴贴纸哦。那这边是示范给你看，他告诉你。就是先贴，可以贴衣服，然后可以贴鞋子，可以换鞋子。装饰，再装饰，有没有穿？哦，包包，那这个还有饰品都可以配。好，然后这边就有好多好多的发型，这是什么？包包配件、鞋子，还有呢？衣服裙，连身裙。裙还有洋装、毛衣，这是什么？裤子，然后睡觉裤。嗯，裤子。然后短裤。短裤，还有裙子。裙子，还有衣服。嗯，内搭裤、袜子，还有上衣，对不对？嗯。OK， 你可以这样配，很日式风格。没有了，这是书皮。哦，原来这边有这个。好，这是日式的穿搭方法，帽子。好，那我们要不要现在玩贴纸好了？来。好啊。那你要整理贴纸吗？不要。OK。你很累。很累。好，那你先找一个娃娃，你想要玩的。嗯。你想要玩哪一个娃娃呢？这个。这个，好，这个。OK。好，那你要先帮他穿衣服还是要好先穿衣服好了，因为头发会盖住。你想要穿什么衣服？现在很热，我们要穿什么衣服？它是舞台的地方，我们都可以啊。它舞台的地方是？不一定啊，看你喜欢。现在很热哦，嗯，你想要穿什么呢？我先找个上衣，或洋装也可以啊。我要这个衣服。对，看起来很凉，是吗？嗯。OK。嗯。先对好肩膀。可以重复粘贴，不会太粘。OK。
贴纸，但身体又跑出来了，所以就歪掉了。再来裤子。其实我们应该先贴裤子，因为它你选的衣服是垂坠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再翻起来就好。啊，裤子要选什么？短裤。短裤好，找短裤。短裤，你要这个是不是？还有短裤，牛仔短裤。你要选哪一件？长裤也可以，看你要选什么。其他那个一定要先用鞋子。没有啊。哎，头。鞋子先来。鞋子、包包、鞋子。要换什么鞋子呢？这个好吧。哦，都可以啦，看你啦。要配马靴也可以啊。可是不是很热吗？就先这个好了，好啊，蛮好看的，很好看的高跟鞋，还是紫色高跟鞋，因为紫色衣服，绿色 ，OK， 可以哦。你在这里说太短，好，好，刚刚穿上鞋鞋。好的 ，OK， 完成。嗯，抓大头。好，抓大头发，那就选一颗头发，要很多头，那个发型。那因为他的头发是两边的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两边盖下来，你想要选哪一个？看一下，再看一下。好啊，头发像一模一样哎。哦，那你选不一样的好啦。你要选哪一个？小妹妹。好啊。嗯，不要。选选看，可以啊，试试看。OK， 看一下。好了，完成。那后面其实很多东西，那就自己玩啦、啊。OK， 先示范这样子喽。好，那贴纸书还可以画画，下次再画喽。先这样喽，今天示范了这个，来，你示范的翻出来给他看一下。你刚刚示范的这个，好了。